是不可一不可两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依无着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摄邪归真是有一而上而喜在我一分身千百亿光色方便或有力感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若是等悲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山林船员何时全经历机遇人悉皆度脱或仙天地身或仙方王身或仙转轮王身或仙居士身或仙国王身或仙在福身或仙观书身或仙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比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作身独现其前如观无累劫尽苦度脱入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岂有为挑夫者虽业报应若多而举手大哭是如当一年无再逃离天宫应尽付出离娑婆世界之弥勒祖师以来众生悉世界多用力诸国与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历生死之涅槃的待遇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后发须我见度脱是或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如是三百佛言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不住如喜如能成就九缘界来发弘誓愿光度将彼即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二十佛母摩耶佛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甚者言佛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之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最报已得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地藏道言甚莫为愿听说我初说是佛母拜也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拜甚莫也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诸佛圣贤会谤三宝不敬尊敬亦当多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
青春常作殿，我生离火皆难内，自心隐于火烧火海，如是等悲，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错沙门行，非沙门破，用常作其狂败，以为悲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悲，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以我不欲取者，当多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甚摩，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甚摩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此有五百名好个别，此有千百名自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余城中足以相列名号个别，独有一名曰无间，其余周匝万八千里，欲将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车下，下火车上铁设铁钩，突火之处与墙之上同时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床上罪业所感，火爆如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百夜叉其一而归，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如铜爪，多夜罪人复有夜叉直达铁骑中，罪人生火中口鼻火中，腹背炮攻犯奸，火之床上腹有铁衣，但罪人梦腹有铁舌脚，罪人尽白之界内，膝下长地八舌根里，周长左转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也敢如是动静一切求出无期。此劫坏事即生他劫，他劫此坏转机，他方他方坏事辗转相继，此劫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即是如是有无是业感，故成无间，何等为我以这日夜受罪，即此劫出无是间绝，故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慢，多人一慢，故成无间。三者罪，七杂八淫奢浪权，对魔去造浊浊火汤，铁王铁身铁驴铁马身，格罗索热铁脚身，鸡吞铁腕，可饮铁汁，从年尽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死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滴，老幼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心也感悉，同受之过程，我见无者若多此语，总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次万生，求一年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过程，我见地藏菩萨白身目也，无间地狱，诸说如是
若光说地狱罪及灯明及诸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及摩耶夫人问一愁有何成定义而推言复众生也堪病第十二世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心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主之爱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不犹豫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是无定恶习切业善习切果为善为恶诸经得善论转入道藏无休息动心成解密惑障难如欲有望将是从流脱入战出有佛造王以是等悲无当有年若即彼时妄言累劫众是广度罪悲无佛恶律说是欲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今蒙世尊引请赞叹为愿世尊女儿所知而是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来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数计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正遍之明心作善事是浅浅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是为小国王与一令国王为有用心是善烦扰一众生及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而耳王以及广舍方便以往法院造成佛道当都是被临时无语以往法院若不先度罪过临时安乐得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往法院造成佛则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往法愿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则即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末如来即佛寿命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一女人自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语言何等广目大眼我以魔王之日自福九八未知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命之为如定观见光目女摩多在而举手击打哭罗汉闻光目也若魔在身作何行也尽在而举手击打过广目大眼我莫所喜为好事但与别之俗所是与别多是其自我超我诸子心事但及其命数千万福悲准则自命如何爱救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全广目也如可知成年清净莲花摩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或宝王摩
闻已起舍所爱熏花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瞻礼护于眼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目如摩钵鸠当身如迦参觉即哈即当言说其后迦内毗身一字未满三日而难言说其手背其高于光目神似夜愿果报自受我是如摩教主阿弥子别如来累多大地狱梦如佛离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根落道如有何其领悟脱面光明闻说之母一根也被提而百倍自己是我母而知本罪作何行也脱于而道非自大言以杀害会马而也说宝若非蒙佛就把无难以事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即是云何被自大言罪过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粗百难尽光目闻以涕泪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即离而道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娑婆光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皆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众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佛经我然后方成真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知月光摩若大慈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一生为凡至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国光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万而是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光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而者乃至不行领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罗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行归经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或福音是若是奉施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佛及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也是尊愿不忧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严是金云严佛体力众生定自在王菩萨拜师尊以合掌恭敬
坐立而退而使四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皆来发若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为觉更发光大誓言为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若即未来现在天人中等广义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来祈许与尽度脱众生有为必愿此名知识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隐瞒不断以是之故有法众愿若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宝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宝若一切因者所缺各愿养宝若与恶口者所眷属斗争宝若与毁谤者所无舌疮口宝若与嗔恚者所受罗龙瞻宝若与见利者所索求为愿宝若与饮食无度者所饥渴厌病宝若与天烈痴心者所惊狂丧命宝若与悖逆父母者所天地宰杀宝若与烧山离木者所狂迷去死宝若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身变大现受宝若与亡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宝若与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宝若与侵法满教者所用诸恶道宝若与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宝若与无法无身者所用在出生宝若与躺或站坐上身者所轮回地藏宝若与破戒犯罪者所亲受饥饿宝若与非礼毁用者所索求决绝宝若与无我恐高者所卑视下贱宝若与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白舌宝若与邪见者所遍地受身宝如是等言佛地众生身口意恶习皆过百千宝已尽足略所如是等言佛地众生也甘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宝后堕地狱动静皆说无有出其是故如等无人护国无灵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一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胜利切地娑婆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胜利切地娑婆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胜利切地自情
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恭诵药师经、持108遍药师咒、点灯、供水、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恭请湛严法师主法。日期2月28号星期五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地址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联络电话0722212323，0722212323。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
地狱及诸邪根有交换地狱跋涉地狱分鸟地狱通说地狱或象地狱或狗地狱或马地狱或牛地狱或山地狱或石地狱或床地狱或梁地狱或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阴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耶利圣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能是故众生莫轻笑而以为无罪时候有保险好手之父子之己其罗个别纵然相逢无肯待手我今成佛为你略说地狱罪报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亡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问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拜言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取罪忍舍是牛根之火有地狱取罪忍心夜叉是之火有地狱火汤身肺诸罪忍生火有地狱赤烧痛诸持罪忍报火有地狱是诸火烧沉寂罪忍火有地狱一向寒冰火有地狱无限分鸟火有地狱春飞几里火有地狱多赞火香火有地狱伪装胸背火有地狱胆烧手足火有地狱盘脚铁手火有地狱曲座铁钩火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若是等报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也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此是众物众也心感若光说地狱最宝等是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及忍者问略说若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藏看品第六二十世尊取三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我今日晨阳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如等诸菩萨大师及天龙鬼神的光作方便为护持经令一切众生成涅槃了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明月普光和众恭敬而拜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的威远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马不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告普光菩萨
即使众根谛听谛听无当为若莲说地藏菩萨你一人天父的知识不光白言为然世尊愿要与文佛告不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者我者长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世界最不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示就其金银铜铁坐姿菩萨一站一立这世人百般身于三世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佛经过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大力若有女人也女人生即心供养地藏菩萨化相即度世教即通牒灯相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相饮食以佛尘财创凡间宝物等供养十善女人今次以宝女身百千万劫根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此愿力供养受女神度脱众生诚此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神佛慈不光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相前之心站立是情之皆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神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及王妃在佛大行道场这女断真受生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佛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做诸伎乐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是等辈现在世中即未来世长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活佛令而使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佛慈不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生恶鬼今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或往生即回谤无功德吉利是或龙是小或被免费或全人共费或一人费或多人费乃至一年生机会者若是之人现阶前佛灭度机会之宝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防受恶鬼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忘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贱出根不去多悲恶业来接济现不久之间不多恶道是过不光机会他人供养上我自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佛慈佛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就着床真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至家亲或要现道或多言美功鬼神有日月随身装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或难舍受或不得语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以免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我亦不报
告被状元设在对病人前，告声状元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镜像前设诸灯目，我供养镜像，我造佛菩萨形象，我造大士，我燃油灯，我是常住，若是三百病人前令闻之家令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当高声拜，高声度尽世人民众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不见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己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俗话所说果报，彼或大力是果不光。若见有人读诵诗经，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者，若须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的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世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当高处事，不若是作方便远离而道，不光如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致心，自度此经，或亲人读亲书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世有诸家见等人，或怒或悲，乃至诸佛自由之人，皆知数也要忏悔这次心忏礼，地藏菩萨心相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佛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根薄情善乐道苦，佛慈不光。若未来世庄严佛体内，刹利婆罗门藏着居士，一切人等及一心众足，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遭遇读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甚至或男或女，素有养宝殿的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神的转正安乐，给予寿命佛子不光。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处罪戒，即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具知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尽杀害皆大邪，因妄语百千罪状，等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读诗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诸灾难当此俱将，若长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俱将，无诸寒冰一时风一时故不光，当此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
只是念佛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切曲折，现在说妙安乐，未来之时百千万生长得短，真身尊贵家，而是普光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后归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师，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及他誓愿力，为未来众生前世利益故闻如来巍然定首，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了不佛告普光，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此菩萨救愿借来发大众愿力，一众生是不如等，一愿六佛普光闻，一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第一从王平，第七而是地藏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陀罗山尼多退出心，若以恩人念念真意，是等被人如离尼陀佛于众者见困见状，诸众生随若得一知识，体一见佛或学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权临老教，若大平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众见而见，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是喜，临命众是父母眷属，以为舍佛以自见如火先翻开，既然有灯火转度，尊敬火供养佛像，记住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地令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果彼多而去，愿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持圣意，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光照众生，能使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作王良，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正身中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身天天中愿是临终被作眷所造十二因，以令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生善处何况令命众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去本业自受而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去两三日，所佛但我强过百斤，或与令人更佛少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内欲诸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九成无生，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山
欢迎使命众人得他利益，即协托佛地藏大眼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利益，别说是世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利益，众人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业，多造众罪，命中之后劝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自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即获无常大归，不弃恶道，明明有生为之罪，福气息日内如此如龙，活在诸事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就发果，是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用手中苦佛持掌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应在自主业道，为在世间即应在自私密干财业，不弃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精进，是命众人了不得力，如今今乎今奉先佛身，是命众人即本获益，是故长者言佛众生得难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若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那有他言富贵身西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与阎罗天子俱于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正鬼王、白无鬼王、邪无鬼王、智无鬼王、三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看守鬼王、佛事鬼王、诸好鬼王、诸佛鬼王、诸事鬼王、诸财鬼王、诸畜鬼王、诸金鬼王、诸兽鬼王、诸美鬼王、诸尘鬼王、诸名鬼王、诸鸡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邪诸小鬼王，尽趋炎菩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到离在一面地，而是阎罗天子五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火山离苦，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
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不知疲倦时，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致使人诸众生脱惑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摩诃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前无所事，只是自是厌恶众生，皆恶习中宣出现如来。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仙道，其仙道中多出夜叉及护郎狮子，愿舍佛邪，如是迷人在仙道中虚一之间，即造诸毒有一只是多劫大树神经是多乃其夜叉诸恶毒的无风迷人，于今仙道而于之言多灾难，自为何事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能知诸毒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仙道，即便退步求出此罗是三智识，即悉皆受引出仙道，免诸恶毒之余好得令得安乐。恶语之言多灾迷人，自今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若则足难得出，不顺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召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之际，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令是终，自取其时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圣人天中灵寿妙乐，是诸罪众智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迷路。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应解临出，永不复入。奉劝他人不劝莫如此也，今世迷惑得解脱，今更不复入。若在历劫有上迷悟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知是命如多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是力解脱圣人天中，旋游在如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时而是恶毒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有行世界多恶少生。果人家听我称一句罗状元，方生或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鬼王尽力世人，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徒弟分辨，令为护不令恶事，恨是恶病恨病乃至不如意事，今于此舍得出，何况入门佛刹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言都能如实。
是永护善男女等我以高方王帝是令为葫芦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明白佛言师尊我本也愿作业佛人名生死是使我皆作此在我本愿生于你以此是众生不会我以知令生死去不得何以故是言菩提人出生之时不论男女或与生时但作善事曾以舍在自领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离与眷属或以身下身无杀害去祖先为公其参谋其光去眷属饮酒食肉可越玄关能力子母不得